We are PolyU。我系简一辉，我系理大学生。我系傅嘉嘉，我都系理大学生。我系一个全职运动员，所以我逢星期一至六都要进行训练。虽然时间好紧凑，好多时候我都要喺训练中间空档嘅时间，一边食饭一边上堂。我每日嘅 schedule 都排到好密，但我从来冇谂过放弃。因为手球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现在在 PolyU 读书，大学给我的机会和支持都令我可以同时兼顾到学业和运动。即使条路再难行，但我都会继续坚持下去的。那我就是 PolyU 手球队的一份子，手球很讲究团队精神。我们一班队友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，都会很努力地去练波。再加上我弟弟和我同一队球队，我们会互相支持，给对方 mental support。我记得当年全港中国学界精英比赛，我哋以大比数输咗俾对手，当时我好沮丧咁坐咗地下，然之后阿哥走过嚟将我拉起身。喺嗰一刻，我意识到佢对我嘅 mental support 系好重要。喺比赛场上边，我同其他队员虽然都系对手，但系我哋平时都会一齐练习，去鞭策大家，互相鼓励，一齐进步。我哋兄弟之间喺练波嘅时候，都会想做得比对方好，所以就会互相推动到大家进步，形成良性竞争。由细到大，阿哥攞嘅奖都比较多，但我系唔会认输噶。我亦都喺奥运资格赛攞到 top scorer， 而喺同一年，我哋更加一齐拎咗大专杯冠军。记得2019年嘅亚青赛，我有两场比赛都系一直落后，打紧逆境战。我当时心入边就喺度谂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，因为比赛一日未完，我都仲有机会去赢。最后我就成功攞到第二名。未来我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全运会同埋亚运会。我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出战嚟紧嘅亚运会同奥运会。我相信坚持。我相信尽力为目标奋斗，先可以令我哋走得更加远。We are PolyU。